什么破产？李家怎么会破产？不是，老婆，你别哭呀！我没得罪什么大人物呀。喂，老婆，喂，元芳，李家也破产了呀！哼，真是天助我也呀！郭明，你他妈到底得罪哪个大人物了？你别连累我们这些老同学啊！小磊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飞哥，你冷静点，这事和出嫁没有关系。你去，你给我老实交代，是不是你故意找人搞我？我高明怎么说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他妈的怎么会被你这个农村来的娘们儿戏耍到这个样子？信不信今晚找几个流氓玩死你？你们还真是不知悔改。飞哥，你别激动啊，出嫁是我老婆，怎么可能让一个二流家族随随便便就能破产呢？我觉得也是，他就是个农村妇女，穿的烂大塌，哪有这种实力啊？老斌，你赶紧走吧，啊，别在这发疯了，别连累我们这些老同学。就是啊，老斌，你赶紧滚吧，我们高家可不想破产，我们高家可不想破产。好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你他妈的神经病啊！好端端的我弄你干嘛？哼，不过嘛，高斌，今天捐的还有费用，你可别忘记买单啊！你买单？你他妈还真会落井下石啊！你这样的同学不要也罢。谁认识同学啊？还真跟我弟脸上贴金啊！都得罪了大人物，还敢跟我称兄道弟？赶紧买单！买单？我们都被开除了。家里破产了，我他妈哪有什么钱啊？高斌，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说自己多牛，多有势力，怎么现在要吃爸爸饭了？你，啊，真行啊！行啊，你不是要买单吗？让高老这傻子老婆买单，让高老这傻子老婆买单。怎么又让初夏买单呢？你老婆不是爱装吗？我现在给她一个机会，让她一次性装个够。今天这顿就让这个傻子买单吧。你的升职让我买单？什么？没钱还敢来帝豪酒店蹭吃蹭喝吗？买单嘛，当然没问题。不过你们几个刚刚欺负我老公的账，我可都记住。只要你们老老实实给我老公道个歉。这个就当我行。韩飞，听到没有？这个傻子让我们给他道歉了。你不打算好好修理修理他一顿吗？哼，你个傻子，来帝豪酒店白吃白喝，还想让我给你道歉，找死啊！韩飞，你干什么呢？初夏说的没错，我们是来参加升职宴的，哪有让客人买单的道理啊？哪有让客人买单的道理啊？哼，你还说呢？来参加升职宴哪有两手空空的来的？大家可都送了礼物了，就你们两个没有送。就是啊，高老，这我可就要说两句了。你俩就是摆明了借着升职宴的机会，跑来吃霸王餐了。你们怎么说话这么难听？中午十二点的升职宴，你十一点半通知的我哪有时间准备礼物呀？不就是要礼物吗？我回头补给你就是了。你他妈跟我玩什么马后炮？我他妈都被开除了，那准备什么礼物？我，今天你这个傻的老婆不买单也行啊。嘿，这小娘们儿长得不错呀。这样吧，两个晚上今天这顿饭我请了。你让我去？对呀、啊，怎么了？想爬上我床的缘故多的是，你还不乐意啊？陪我睡两个晚上，这顿饭钱我付，不然今天休想离开帝豪酒店，休想离开帝豪酒店。你不过就是一个项目部小小的主管，还想潜规则公司女员工？什么玩意儿？小小的主管啊？帝豪酒店的主管年薪也有几百万吧？就你那个窝囊废老公，高家区区一个养子，年薪可以几万块的。你凭什么瞧不起他飞哥？高斌，
现在被开除了。帝豪项目部经理位置肯定是我的，以后帝豪的员工我想睡谁，你还不是一句话的信吗？你好大的胆子呀！你是不是也想和高斌一样被酒店开除啊？怎么，你一个农村来的傻子也想开除我？哎呦喂，我好怕怕呀。唐飞，你怎么跟这个臭娘们废什么话，赶紧让他买单啊。行了，要么现在立刻马上老师去买单，要么和我睡两个晚上，今天这顿饭就当我的生日宴，我请客啊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啊，飞哥，那小弟就提前恭喜你成为帝豪集团的项目经理了，以后还得多仰仗飞哥来帮助小弟。瞧瞧你这德行。飞哥，这我给你买的，说以后废话都拿了，你小子提前别行点啊。啊，大胆，不是刚不送我了吗？你说儿子，这是我给飞哥的啊，这是我给飞哥的升职的礼物，你都被帝豪酒店开除了，你还想要礼物？你可有点小。哎，不，你怎么这么势利呢？兄弟，话好说，如果送饭他拿了，肯定少不了一小子的好处啊。谢谢飞哥。老公，你看见没有？你这些个同学啊，真是一个比一个现实。你嘀咕说什么呢？但我们是怎样？愣着干嘛？赶紧买单！不买单也行，人家老婆陪我睡两个晚上。唐飞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初夏可是我老婆，怎么能为了一顿饭钱让我老婆陪你睡觉呢？让我老婆陪你睡觉呢？我就是说话越来越过分了。我管他是谁的老婆，今天你们要是不买单，你老婆我睡定了。哼，不就是买单吗？今天这顿饭我请大家吃了。哎呀，我这卡好像落公司了，这手机也没电了。这样，你们在这等我，我马上回去拿钱。哼，还装啊？就你个恶言两嘴，卡里能有几个钱？今天这顿饭起码十万的，不就是十万吗？我说过了，买单没问题。看在我老公的面子上，我请客。但是你们今天必须给我老公道歉。我说你个农村来的野鸡，装什么装？再不付钱，信不信我连女人都打？哼，别磨磨唧唧了。咱酒店大人物，他马上就要来酒店了，说不定啊，等一下副总就要宣布我做项目经理了，我还招待大人物呢。你还想当项目部经理？我让你连主管都做不成。我让你连主管都做不成。哼，没本事就别吹牛了。如果你真有本事，让副总把我辞职，我今天跪下来给你磕一百个响头。那你最好记住你说的每一句话。公主，你有什么吩咐？一分钟之内开除唐飞。唐飞是我们酒店的员工吗？项目部主管唐飞。哦，好的，公主，我马上安排。高朗，高朗，你这个农村的老婆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农村的垃圾还到面前装啊。这么喜欢演戏，怎么不去娱乐圈啊？不是一分钟之内要开除我吗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哦，如果一分钟之内帝豪没有开除我，看着从我这里，从我这里，哈哈哈哈，听见没有，高朗啊？一分钟之内要是没开除我飞哥，你就从这儿钻过去。哈哈哈哈，你们别欺人太甚。老婆别担心，你就等着他给你下跪道歉。还想我磕头道歉？下辈子吧。高朗，看好了，一分钟可就要到了，你可要做好准备哦。五四三二，苏总，您去那头打电话。
该不是要给我升职了吧？啊？喂，苏总，苏总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现在给我打电话，可不是因为升职的事啊？唐飞，我郑重宣布，已被帝豪酒店开除了。